近视眼一旦出现，它是不可逆转的，它都是不断进展的。我们应该是采取一些有效的方法，控制近视眼的进展。那目前就是比较被更多人所接受的一个方法，那么就是角膜塑形镜。相对来讲，对青少年近视的进展还是有相当一个帮助的作用的。那么除此以外，有些人会采取点一些，比如低浓度阿托品抗疲劳药，